真相竟然是！哎呦，竟然是粮草未到！阿彻，很抱歉让你看到这封信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你我都不是白家的亲生子，你本姓叶，是叶将军的女儿。当年慕云逸原本可以大赦还朝，却因为未免勾结敌国，克扣粮草。我父亲拼死送你我二人离开，一路被追杀。 父亲身亡，我带着你一路逃到了承恩寺，遇上了欺负的白夫，可是杀了魏，未免为叶家军报仇。明日出嫁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 匕首可不是这么用的，首先，刀鞘是山大人的，搁这里。你早就知道，对吗？你这样很有意思吗？阿芝。 你听我说，听你说你爹是如何克扣粮草害死我父母兄弟，还是听你说你是如何把持朝政大杀无辜？有没有躺着？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狠？为什么偏偏是你的父亲？你别碰那些，当心伤了自己。三日后，我自行了断。 准备好事吧。